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，物资的丰富程度，资源调配的高效程度，我们大可以安安心心踏踏实实过日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九。最近中国的首都北京啊，也出现了抢购物资的情况，很多民众啊，包含黄安他自己啊，物资都抢不到。我们来看这几张留言。这个叫做水木丁的网友说，写给北京朋友的信，昨天晚上回到家，小区开始限制进出了，立刻打开 app， 菜都被抢光了，基本上绿叶菜全没了，只买到一点瓜果根茎，好再囤了一些干菜，早上还买到了一批番茄罐头。好，那么再来看黄安说了些什么。是的，身为北京市的群众，我一定配合政府的指示，打赢这波的攻击战。刚刚去买了盐巴，小超市居然卖完了，蔬菜基本空了，朝阳群众看来挺自觉的。广积粮，紧闭户，决一死战。你看嘛，黄安的立场已经决定了他的态度，如果台湾今天出现这种情况，民众大量抢购物资，黄安早就出来骂了，民进党当局怎样啊，台独又怎样啊，对吧？结果中国现在这个样子啊，尤其是在北京啊，一点屁都不敢说，我跟从政府的指示，决一死战，大家团结一心，众志成城之类的屁话。欸，我点可乐，你给我送柠檬红茶。当然啦，我觉得抢购物资这点没什么好喷的啦。重点在于后续的中国特色禁足，这才是重点。相信这次很多北京市民应该都看得很清楚，这次的特色禁足啊，导致上海有很多人缺乏食物，公部门勾结在地的超市啊，把其他地区免费驰援的菜啊，一半拿去丢掉，剩下的一半啊，拿来低价卖给这个超市，超市再高价卖给民众。那为什么一半要丢掉？大家应该都有看过那些影片嘛，超级多的，对吧？因为要多掉才会造成这个供需不对等，供需不对等，你价格就可以炒上来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？中国官媒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就说过了这样的话，带大家马上来看一下。大米白面囤多了生虫，蔬菜攒多了会烂掉，罐头倒是吃得住，可是天天吃罐头也不行啊。中国改革发展到今天，物资的丰富程度、物流的发达程度、资源调配的高效程度，还有全球供应的顺畅程度，足以让我们对社会和市场的正常运转有牢固的信心。我们大可以安安心心、踏踏实实过日子，不要去做那种事后自己都觉得非常可笑的事情。我们在影片里面看到，中国官媒要中国民众啊相信党、相信国家这个体制啊，完美无瑕，后勤调度能力啊超级赞的，不要干出自己多年后会觉得想笑的事情。但凡有一点脑袋人都知道啊，不可能。还记得有某部分看似正常又在帮党洗地的小粉红啊，他们就曾经说过，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啊，人口规模达到一定的数量啊，实施特色禁足啊，都会发生物资短缺的问题。所以党跟政府啊，绝对都没有错，因为在这个标准之下，党跟政府已经做得很好了。乍听之下非常的客观，对吧？一方面承认上海啊有部分的人啊挨饿，但一方面又说党让这些人挨饿啊是不得已的，因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做得比共产党再好了。如果换在其他国家，比如说美国、日本啊，挨饿的人会更多啊。所以以此来比烂，你要不要去打脸一下去年2021年11月份央视啊、人民日报他们说的话？央视不是在北京市吗？去央视大楼抗议啊，秀你不敢嘛，在那边跟我们境外势力争什么啊？谁讲的这句话？央视啊，去干掉他啊。有某部分小粉红持这一类观点的、我觉得他只说对了一半，确实没错啊。我们用点数据来说啊，上海人口多少？2600多万，比台湾还多一点。平时的那些物流配送人员啊，顶多几万人，然后还必须在加班加点的情况下，才勉强可以完成上海市民平常的这个配送啊，跟这个网购的数量。但是在没有任何的配套措施跟前提防范的情况之下，突然宣布要特色禁足，请问这原本几万人的这个外送人员啊，可能有一部分的人还被特色禁足在家，所以会更减少了那一部分人，然后你还要从这个志愿者还要再重新去培训，然后再去加入这个原本几万人的这个配送团队，来负荷2600万大多数被这个特色禁足的人，当然会出现物资短缺的问题，这是实际的客观的数据，是这样子没有错吗？但是我想说，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2年多了，中国大大小小多少城市都被特赦禁足了，你们竟然没有以史为戒，
你也没有任何的配套措施，提前规划，在几个月前就规划，如果万一我的城市上海哪一天发生这样的情况，北京哪一天发生这样的情况，我是不是有另外的配套措施可以满足？既然我这个大中央政府啊要特赦禁足，那我要怎么样满足人人有饭吃？你没有任何配套措施，你就实施了这个特赦禁足，然后你再跟我说，如果外国都这样的话，欧美日韩台湾都这样的话，共产党做的最好。你搞笑不？就是因为其他国家也没这个能力，所以不敢像你中国那样那么极端的特赦禁足。你还要洗什么地？你还有什么地可以洗啊？而且加上贵国的官员啊，会把物资变卖，会把其他这个没有地方没事的免费物资啊拿去变卖丢掉。那在这个情况之下，要怎么更能满足原本就已经不足了这些配送配给？没有办法嘛。我们再来看，连央视主播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在这个新闻联播上面说的干话，下班直奔超市去抢菜。为什么联邦党舌猴的央视主持人啊都要去抢菜？党不是会免费配送给你们吗？政府会给你们免费的菜，何必要囤物资？何必要做自己以后都会想笑的事情呢？看看你们中共国的那些中高层官员啊，嘴巴上说的跟身体上做的通通不一样。多少人批评欧美日韩，多少人的护照又是欧美日韩的，多少人的资产又在欧美日韩。几个礼拜前分享过，东北的主播啊在私下的直播中啊不小心跟这个粉丝说了实话，说要大家小心啊，这个新闻报道上啊跟我现在直播中的、说的不一样，请大家相信现在我说的，因为我现在不在工作中。结果他马上被停止。为什么？我前几个礼拜也分享了，来自北京央视的这个主播啊，私底下其实他有在开班授课，导致那个被共产党洗脑的这个中国青年啊，然后他也在批判共产党，大骂共产党，说信共产党的人都是傻逼。结果啊，被他儿子的女朋友举报，现在也被停职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非常的奇葩、他们的政治工作是在帮党说谎。虽然他们私底下还是有良心，但是啊，你平常还是在洗脑那些小粉红啊。所以我搞不懂这是什么人格分裂的国家呢？中共国的国情是如何？人民知道政府在说谎，政府也知道自己在说谎，政府也知道人民知道政府他自己在说谎，而人民也知道政府知道人民自己知道政府也在说谎，但是政府依然在说谎，人民依然表面上相信政府的这个谎言。但更惨的一点是，贵国有小粉红啊，小粉红知道政府在说谎，还会帮政府去圆谎，所以这已经是一个死循环了。这是贵国的生存之道，如果你违反了这样的生存之道啊，你的下场通常都很惨，除非你有钱可以移民到欧美。虽然现在北京只是部分的小区啊实施了这个特赦禁足，还没有全市特赦禁足，就算未来北京宣布全面这个特赦禁足啊，我觉得啦也不会比上海差啦。就算它比上海差，但是它在政治上，在新闻上，在我们大众看到的情况之下，绝对不会比上海差，一定是国泰民安，一片祥和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嘛，更是政治中心嘛，这个地方的位置是重中之重，所以你觉得在面子上，在理子上，他可能会给境外势力递太多刀子吗？就算有负面消息，也会迅速的被辟谣。这个辟谣的速度啊，绝对比上海辟谣来得快。你们说这次上海的四月之声啊，相比以前，你们的老祖先经历过文革啊、大饥荒啊、三反五反啊、八九六四啊、茉莉花事件啊等等的这些，再加上香港的这个雨伞运动啊，还有这个什么反送中啊，四月之声跟这些比起来，党都熬过来了，你四月之声上海这一个多月的苦难算得了什么？党连八九六四都挺过来了，大饥荒挺过来了，四月之声党弹一个响指，你们就全部不见了。这个党、这个体制、这个新的国家，在你们的老祖先选择了之后啊，他已经决定了你们未来遇到的任何灾难即将承担跟面临的结果。你们已经给党七十几年的机会了，你们什么时候要给十四亿人口自己一个机会啊？我们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北京现在正在发生的片段。收到补给物资啦，放在门口的，这里面有黄瓜、西红柿，还有分那个茄子，这边是挂面、鸡蛋、火腿肠，还有这个红烧牛肉面。所以未来不仅你有没有及时的马上拿到物资，或者是你过了好几天啦、
一根薯条啊，分着两天吃、三天吃啊，然后好不容易政府的物资才送到，或是你订购的高价菜才送到。不管如何啊，你一定要感谢政府，感谢党，少说话，多磕头。那今天影片到这结束，喜欢记得订阅，不喜欢记得一定要帮我封锁，我是白小肖，见了，拜。